郑和下西洋，郑红乱乱讲。大家好，我是郑红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相机拍下动物攻击的惊人瞬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，许多放置在外面拍摄一些凶猛动物的摄影机都不会被动物攻击吗？今天阿红就分享几个动物发现摄影机的反应。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闻讯的鹿发现摄影机会做什么反应呢？果然是很温驯的动物，那如果是凶猛的鳄鱼，会做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海中王者鲨鱼看到镜头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哦，印度阿萨姆邦卡奇兰加国家公园，一只愤怒的犀牛冲向伪装的长镜头相机。幸运的是，当犀牛撞上相机时，野生动物摄影师 Ritiman Mukherjee 并没有在镜头后面。事后他本人表示，尽管我在摄像机周围使用了厚重的伪装，但犀牛直直地冲向摄像机，无疑将其视为威胁。还好镜头完好无损。以下是当时的精彩瞬间。猫看到镜头又会如何呢？这集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觉得影片还不错，请帮我订阅，拜托了，那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